这个种呢？这是完胜种，所以它是圆形，然后它的那个。现在立新也出来分享了吗？来，鹿港花椰菜，赞！鹿港镇农会，赞！彰化县政府，赞赞赞！相关的农业的一个展览哦，啊，而且感谢伫咱理事长上干总干事带领着咱县里面以及咱所有同仁非常用心，咱的全彰化县咱的花椰菜面积总共有900公顷，一年有21,000多吨的这个生产量。虽然鹿港的这个面积干那30多公顷，但是呢，每一个季节都有足够的这个成果哦。那特别是咱的这个花椰菜的这个部分哦，今年是第5年来举办这个比赛，然后过去参与的人有45个农民，到今嘛500公顷耶，所以我们的品质不断的提升哦。那值得获奖连连哦。那特别是在我们县级的一个比赛，这几年也看到鹿港农会的一个成长哦。那不管是我们的米，这次今年的这个有机米也都得到一个冠军哦。那还有我们的很多的一个这个竞赛哦，都得到很好的成果。再次的谢谢总干事带领团队大家的一个用心。那怎么样让这个我们的农业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那我们有一个这个相关的补助哦，也希望说我们的农民都能够予以善用。那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聪明种好收成？所以县政府针对我们的农民也都有这些科技方面相关的一个这个补助，也有彰农学堂来协助大家能够再次的精进。那特别除此之外的话，那还有非常多的相关的一个配套，也欢迎我们农民大家能够一起共享盛举。那今天呢，活动非常的精彩，鹿港传统的这些南管相关的表演都在这边来吸引我们更多的这个游客，到了鹿港来都能够有很大的价值。再次的谢谢我们这个农会的用心啊，特别是农会在我们县总干事的带领之下，26乡镇非常蓬勃发展，所以今天在这边你可以买到我们非常多这个乡镇的一个好的产品。在这边再次的欢迎大家彰化优先为大家都做了相关的把关和三张 APP，欢迎大家多来采购彰化优先制。农会12月2号星期五，昨天有办理一个品鉴的比赛活动，当然这个冠军已经出炉了，我们的冠军也像去年一样，今年刚好也是我们鹿港的这边，所以在这里表示说我们鹿港的地理环境真的受到肯定，因为鹿港虽然是风头水尾，但是有特殊的这种咸水烟这花椰菜它的风味会特别的鲜甜，所以今年一样冠军在鹿港，所以在今天12月3号星期六，我们也办理了这个成果展，让消费者民众来参观来选购，我们彰化优先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来了解我们鹿港的花椰菜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风味，让大家选购回去之后可以好好的品尝，我们这些农友用心的一个食安注重的这些问题，让大家回去可以好好的享用。是土地我常讲的，种菜就是天时地利，肥料后差。即马因为农作物即几年来你若说病虫害足高的，你也讲病虫害头倒菜自然就水。今年算较热，所以今年任何菜类品质拢有较歹一丝啦。菜、花椰菜，佮鹿港的菜，等于全省上好食的。阮花椰菜配去台北二市拢上关价，就是因为咱鹿港的所在有咸水烟，
吼啊，咸水烟就带甜粉，啊，搁后再土啊，你土质也较好，啊，即个土的也较好食，啊，品质也较好安尼。像我们在秘书旁边，我们的铁，我们的镇长许志宏协会，以及张总干事，以及我们的白敏杰白总干事，海阿凯会长，还是好米，以及总干事所有农会的我们的谢燕柔谢总干事，非常谢所有的电视小组长，我们